能帮我擦擦吗？你的衣服怎么了？我来吧。谢谢。你渴吗？我这儿有饮料。嗯。这儿有蜜桃和橙汁，你要哪个？蜜桃吧。好像拿错了，换一下吧。等一下，那边是我喝过的，不要碰到了，碰到那就是前妻接吻。怎么样，厉害吧？到了这一步，男生肯定忍不住亲我了。窗户纸终究要捅破，我和王宇阳原地成亲。烂透了。怎么会呢？我刚做那些，一招都不行吗？点击率还挺高的。